搞定了，过来吧。哎呀，吃糖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糖？吃了我的糖，奖励呢？就一个糖还想要奖励啊？这样的，奖励呢？还是温的。嗯。我看你还能变出什么来？你想要什么？牛肉粒。食水零食甜品你全都有了，那我觉得可能还缺一点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等我一下。不是吧？你哪来的鸡蛋呀？那顶北带过来的呀，用烧水壶煮的。早上起那么早，肯定你没有吃饭，你胃又不好。你确定是因为胃哦？一半一半。就这样啊。我看你剥鸡蛋。